共是3210元，除以5，1人642元。哈，那么贵哦！可是我刚刚都没喝酒哎，我可不可以少付一点啊？欢唱时间剩下30分钟哦，一共是1500元。啊，1500？可是我刚才唱3首哎，而且唱到一半还被卡歌，这样要怎么分啊？啥？学费5万？可是我常翘课哎，应该要打个折吧？这几天翘课在那边卡，常常没用到还缴那么多，真是太亏了。靠！我网络一个月只有1G，可是这个月载片载到8G，要爆单了啦！哼，那你就跟我一样，申办台湾之星，保证最低价单门号，用多少缴多少，吃到饱只要388，爽啦！靠，我这个月只用500MB，我是吃到饱哎。哼，用保证最低价单门号，这个月只要2个鸡腿便当的钱就好了，爽啦！是哦，那你广告什么啦？那些广告啥啦？用多用少，保证付最少，台湾之星保证最低价单门号。翻开覆盖的现金卡，记账小本本。记账小本本，每一次你跟我借钱，我都清楚的记在这本小本本里，这次你想赖也赖不掉了。